你比手飞机啊不我放你啊 so I'll take you don't mind fuck me something 我考好了之后比较黑，我没看清楚嘛，然后呢我就说哎，这生蚝烤的不错，赶紧吃，趁热吃，别凉了，凉了之后不是那个腥味会比较重吗？然后结果那个那不是生蚝，那个是鲍鱼。本来我当时就挺尴尬的，然后结果我朋友说他还不放过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真是一个鸿星尔克呀。我当时想鸿星尔克，我是鸿星尔克什么玩意儿，什么意思呀？他说你还是正版的，然后但更懵呗。他说广告语就是说你呢 to be number one to be number one to be number one。这个月还有办事情的吗？还有生孩子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想给自己买条裤子穿。是你吗？能哼出这首歌吗？你我最爱沿路唱，以歌声替代。吃溜溜不吃就